要孩子第八天，今天给我媳妇儿整点兔腿。媳妇儿，我听说最近有一部很火的剧。我知道啊。叫什么？好几个呢。叫啥呀？李焕英，还有什么唐三、唐什么癌啊？嗯，你喜欢看搞笑的还是喜欢看伤感的？搞笑的。搞笑的。嗯。那我就领你去看《你好，李焕英》，好吧？他据说不是又搞笑又伤感吗？所以说，我想看看你会不会伤感。我得看他感不感动啊。不管你有多感动，我都会陪着你，依偎在你的身边。你看，你最假的。怎么可能？你轻点崩啊！好嘞，好吃吗，媳妇？嗯，好辣，特别特别辣，但好香哦。蒜是辣你准吗？对。如果说你喜欢吃辣的，肯定会生你。你是 B 超啊？我比 B 超还准。因为我懂中华的传统，蒜是辣米都是非常准的。那叫传统啊。嗯，如果你又喜欢吃酸的，你听哪个老太太扒的瞎呀？你我又喜欢吃酸的又喜欢吃辣的，那么我们会生一个龙凤胎。嗯，生出谁看呢？我妈看一个，我老丈母娘看一个。没功夫。我有女儿，不行我开一个也行，把女儿留在我身边。把我的贴心小棉袄，我的小情人留在我的身边。然后你去跟，啊，来冒汗了。他们在一起。你最近我发现你有点话痨了，有时候都不爱搭理你。你不喜欢话痨吗？嗯，不喜欢。那我尽量改一改。啊，一会儿我们去看电影。争取做一个话痨。啊